没有个好带的家人的，真的。穷拉拉的人带的。那个红带的都不要了，全部是碎的，放时间长了，你那红带的都是碎的。这你买个红带的买几年了？我整个去年买的那。全都是碎的，就不要了。回头我给你买点回来。嗯，套垃圾袋可以啊。都鸡巴是坏了。坏的，自己拿在哪里坏的？拿在哪里？我拿哪里装不动你装的。那我昨天装这个也扔下。来，就这么多。这几天发大水怎么着？我给你冷冻到你寄我家。嗯。没有多少啊，这能有多少？天花板裂了，早就裂开了。